将军澳日出康城再有新盘推出，最新推出的第八期项目 Sea to Sky 由长实和港铁合作发展，流花期长约20个月。 Sea to Sky 由三座住宅大楼组成，坐落于日出康城西南方的临海地段，总共提供1422伙。单位的户型由两房至四房，其中大部分三房及四房的单位都享有海景。发展商早前开放了一个连装修示范单位。我们现在身处的示范单位参照2座50楼 H 室，实用面积753方尺，原积属于三房一套连储物室间隔。示范单位改装后拆除储物室的间隔，设有电子门锁。客饭厅约有180方尺，地板和墙身以灰白色石纹的混石铺砌，配合浅色的家具，并外连27方尺的露台。饭厅放有圆形混石餐台，上方挂上迎格时尚的金色吊饰。设计师将门口位置的储物室打造成梳妆及换鞋区，加设了收纳柜和换鞋灯。客厕位于门口右方，设有淋浴间，但未有窗户。厨房为传统梗厨，设有双星盘，附有德国品牌的家电，包括雪柜、煤气煮食炉及洗衣干衣机等。其中一个睡房为儿童睡房，贴上猫型墙纸作装饰。至于另一个睡房就靠窗放置睡床。主人套房以水墨画为设计主调，空间足够三边落床，同时预留有衣柜位。而房内特设转角窗。发展商表示，这个设计是可以给用户望到更多海景之余，亦可以避免楼望楼的景观。对内连接的套厕备有浴缸，墙身黑白色的石材带有水墨画的质感，配合以金铜色围边的洗手盘。项目住客会所连同绿化的空间占地逾12万方尺，提供逾30项设施，包括 VR Party Room、室内及室外3个泳池、健身室、电竞馆，并设有升降机连接海滨长廊。项目将设有24小时的有盖行人通道，连接港铁康城站。而比邻的大型商场 The Lotus 康城预计将于下半年开幕。附近最近的楼盘就有南丰发展的日出康城第10期，至于最近期开售的楼盘就包括9期的 Marini 和7期的 Monterra。